资深女星方文琳歌声动听，早年在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，获得签约机会，之后得到刘文正欣赏，因此签进飞鹰唱片。甜美的外形深受许多人喜爱，在当时是高人气偶像。方文琳近日在脸书发文，晒出过去和现在的两张照片，她若有所思写下：你们希望停留在最初的我，还是为自己努力不懈到老的我？现在回想，每一个阶段都是美好幸福。老照片是方文琳被签进飞鹰唱片之后正推出第二张专辑，方文琳当时穿着白色碎花蕾丝裙，一头乌黑长发绑成公主头，气质相当优雅，深邃五官搭配甜美笑容，迷死一票人。而她也同时晒出近期自拍照，只见57岁的方文琳穿着深色衣服，头上有好几根明显白发，脸上也有皱纹。事实上，方文琳私下打扮仍然很有时尚感，且有在运动维持身材。白发与皱纹的照片只是她拍盐水大饭店时的造型。方文琳公开自己过去与现在的照片之后，立刻吸引大批网友留言：仙女气质的偶像，天生丽质，是真美女，自然变老也很美。